上课喽！呜呼！耶嘞！大家好，漂亮，亲爱的，直接叫村长了，我还没讲说我是村长，可以。我是村长，大家今天都还好吗？好了。啊，快要好了哈。有的还没吃饭吗？我看看。哦，都吃饱了，漂亮，可以。好，那今天呢是礼拜五，我们。今天是 Pia 啊、很高兴他有这个小行为来到铁花村。他今天呢也带他的那个周边商品，还有他的专辑。顺便跟大家报告，九月份 Pia 有一个生日演唱会的一个优惠。你如果今天在铁花村呢购买的话，是700块，他北中南都有，是在九月份的时候，欢迎大家利用今天这个好日子。这个好机会啊，今天是铁花村渤海欢腾的一天呢。皮亚今天又来，好，那村长呢，只宣布几件事情啊，希望大家配合。在演出当中呢，在位置上不能够抽烟，唯一抽烟的地方在后面那边。回头看看，那边已经有一对漂亮的神雕，神雕男女在那边示范怎么抽烟，你在那边一直抽5根是跟没关系哈。那厕所呢就在那个，也是在那，就是那一栋，啊，先女生再男生，男生不要走错了哈。麻烦男生洗完手不要甩在那个水，不要甩在地面好吗？男生的厕所地面通常都比女生还湿什么原因啊？已经会滴了，还要在洗手台弄得那么湿，哦。不过呢，还是希望大家上厕所要平安不要滑倒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门票没有附饮料，那各位如果想要孜孜不倦的那个的话，就自己点饮料啊。今天原谅自己了，皮亚难得到台东呢，多喝几杯嘛，啊。不要放弃这个周末的一个美好的礼拜五。好，你可以拍这，但是不要用闪光灯，可以吗？可以。OK， 漂亮。哎呦，这边都没有人挤那个位置，那边先给主灵坐哦。待会见。今天按赞的有差不多3000多个，那个位置给他们。好，手上有盖个章，随时大家都可以清出那个入口哈。那明天的铁花村还是有节目。是马格拉海的感应，非常优秀的一对姐妹花了，是阿美族的。那你如果需要买这些伴手礼的话，我们铁花好店也有卖很多那个文创商品。好，记得买 Pia 的东西啊，妇女创业非常艰辛啊，大家互相支持，可以吗？OK， 好，好，那个我们铁花村也有很多的狗哈，那你有带外省的朋友不要喂它好不好？我宁可你喂100块给他，我会非常高兴，啊，好，准备好了没？情绪稍微今天非常的燥热，希望大家都喝了饮料，然后都比较平安心一点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所有工作人员，祝大家，旅途平安愉快，祝大家来铁花得永生，今天祝大家睡觉生龙活虎。好，掌声，我们现在练习掌声，掌声，好 ，OK， 可以，我们再一次掌声 ，Pia 出场。